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若地球的质量增为现在的两倍，那密度减为现在的四分之一啊，则 A， 地球的直径啊哈，哦，直径二 r 啊，变成呢现在的呢两倍，我就变成四 r 了，或者说半径好了，半径的话哈，变成原来的两倍了。哦，直径跟半径成正比，哦，就这个直径哈，哦，变成呢，现在的两倍，我就变成原来的两倍。那我们看看呢，对不对了哈，哦？我们知道这个，地球密度之后哈，哦，是等于，这个质量啊乘以那个体积嘛，3/4π r³，所以密度呢跟 r³/m 成正比。他说我就想着半径的哈，跟什么，跟这个 m 除以 rho， 哦，啊开3/4，哦就是3/4了哈，跟这个 rho 分之 m 成正比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 ，m 变成了两倍，也就是说 r′ 了哈，这3/4除以呢 r³，这个是等于 m′ 啊除以 m， 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 rho。除以 rho′， 那 m′ 呢是原来两倍嘛，所以是 m′ 除以 m， 这是2，啊乘以 rho 除以 rho′， 哦这是 rho′ 啊，哦这个rho′ 啊是等于1/4 rho 啊，啊所以呢 rho 除以 rho′ 是等于4，所以这样就8倍，啊两边的话给它开3/4，所以 r′ 呢是等于2r。也就半径变成原来两倍，那直径到底是变成原来两倍的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这样看呢 ，B 选项，地表物重变为现在的四分之一，那我们知道这个 W 哈是等于啥？是等于 mg 嘛？哦，那物质哈它这个质量不会变，那现在重力场会变，为什么？因为地球质量跟地球密度都变了，那这个跟什么呢？g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r²/g·m 嘛？哇，这小 m 是常数啊，所以这跟呢 r²/(m) 呢成正比。好，那所以我想的 w′ 哈除以 w， 这个是等于 m′ 除以 m， 它，啊，乘以多少呢 ？r′ 除以 r′′ 呢？好，那 m′ 除以 m 的话是2。那这个r 除以 r′ 是1/2 ，r 除以 r′ 1/2，1/2的平方，所以是1/2倍，也就重量哈，哦，变成原一半，1/2的平方。所以呢，他说是等于1/4倍不对啊，所以 B 这个选项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C 这个选项，地表单摆振动周期变为原来的根号2倍。那我们知道这单摆的周期哈，跟重力场有关，2π根号g·m。那这个常数，所以这跟什么呢？根号 g·1 呢成正比。那现在的话哈，这个 g 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是 mg 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g′ 哈是等于1/2 g 嘛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t′ 除以 t。这等于根号多少？根号 g 除以根号 g′。好，那这个 g 除以呢 g′ 是2，所以这是2开根号，所以根号2倍，所以 t′ 是等于根号 2t， 所以C 这个选项是对的，哦 ，C 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这个A 跟 C 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这个 D， 弹簧铅质哈，细物了哈，自延长呢释放了之后的振荡周期变为了根号倍。这个振荡周期的话哈，你放在重力场里面的话，它的平衡点会移动的，但是它的振荡周期不会变，振荡周期多少？都是2π根号呢 k·m。哦，这个弹力常数呢不会随着重力场改变，所以呢这是错的，变成根号2倍是错的。
应该是不变的，哦，弹簧的轴距不变。再我们看的一选项，一选项它说在地表附近运行的人造卫星哦，周期变为现在二跟它二倍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个人造卫星的话哈，它周期我们可以用行星定律。哦，行星定律的话呢，这个是啊，或者是用万有引力好了 ，r 平方之 g 大 M 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 MAC， r GMM 的哈，等于 MAC， A 是 r， omega 平方啊 ，M 可以消掉。那这个，这是的 r， r 乘以二派 ，r 除以 t 的平方。啊，所以呢，现在他们什么周期嘛，所以 t 平方哈、哦、跟什么成正比呢？跟这个 m， 好像是 gm 分之四派，这个什么呢？啊，三次方的，把、这 t 平方移过来 ，r 平方把它乘过去，啊，三次方，四派除以 gm， 这是相等的，然后这个跟什么呢？跟 m 分之啊，三次方乘正，他说我就晓得 t prime 哈除以 t 的平方哈 ，r prime 的三次方 ，r prime 的三次方啊 ，r 除以 r 的 r prime 三 ，r prime 除以 r 的三次方，乘以 m 除以 m prime 一次方。好，那这个 r prime 除以 r 的话呢是两倍，所以是二的三次方。乘以多少？这质量的话呢，我们刚刚有算了，质量变为多少呢？变为原来的这个两倍的样子，刚刚算过。这个质量哈、哦、，m prime 除以 m 是两倍嘛，所以 m 除以 m 的话，这个是一除以二，所以应该是变成四倍。那我两边给它开根号，两边开根号，刚刚那个是对了，哎。哦，对了，质量啊，质量变，质量变为原来两倍是他题目给的，所以呢 ，m prime 除以 m 是二比一啊，我说 m 除以 m prime 是一比二，那是四倍嘛，所以两边开根号 t prime 除以 t， 这是二比一啊，所以是两倍。他说二跟那二倍是错的，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 跟 C。